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阿达，来自广西一个农民家庭，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孩子。唱什么歌？唱首改编过的《天路》。你再说一遍。一首《天路》送给大家，我可以用11种不同的方式演唱。晓不晓得我是谁啊？知道，你是韩红老师，因为你有爱心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你。我们这种穷苦孩子是最希望感恩的，感恩每一位好心人，让社会更加美好。OK， 来。清晨我站在青青的操场，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，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，为咱家儿女带来吉祥。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山岳。